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药草玉瓶，经文在第139页，第139页，药草玉瓶，科判里面就是如来速成，法华经为三种根性人说法。法说一周立上根，上根人舍利佛为代表，得到成就，得到开悟。比喻说一周立中根，中等根性的人得到受用，那么体悟诸法实相。现在讲的就是欲说一周立中根，这有四段。第一，正立比，就是正比说，就是比喻瓶。第二，中根得解，那是性解瓶。第三，如来速成，就是现在讲的药草玉瓶。后边于受戒，就是给他受记，那是第四。现在讲的药草玉瓶，如来速成，就是说中根人以摩诃迦摄须菩提等他们为代表，佛为他对于他的性解品的所领悟的实际情况非常的赞叹，同时补充他还没悟到的地方，所以用药草玉瓶再加以补充。那么药草玉瓶这个速成的广速成呢，有两段，就是长文与重松。长文到上次讲过了，现在是讲重松。经文在第139页，从后边算来，第三行的最后，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以下就是重松。儿时，就是上面长文说完那个时候，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的这个时候药草玉瓶的长文的意义说完之后要用重诵再重说一遍，所以说欲重宣此意，欲打算要这样做想要把前面长文的这个药草玉瓶的道理用这个润文题的重松再重说一遍，那么所以叫做重宣，重复再宣说一遍。此一就是上面的药草玉瓶的意义的道理，那么就说出下面的句诵，而说句言。这个科判里面呢，就是重诵，长文重诵新字下第二重诵，在这个书名上面呢有科判，重诵有三段，第一诵法说，第二诵利比，第三诵法和。现在就是重诵前面长文里面的法说，依法直说速成的道理，所以叫做诵法说。经文，破有法王出现世间，随众生欲种种说法，如来尊重智慧深远，久莫思邀不诉说，由智若闻则能信解，无智疑回则为永生。是故迦摄随力未说种种，以种种缘令得正解。这四首句中就是诵法说，前面以法义直说药草玉的意义现在用重诵简要的把它重说一遍。第一句，破有法王，这里要说明现代人的有一个错误的做法，
是个严重的错误，随便改字啊。这个破有法王的这个破字啊，不晓得哪一位胆子那么大，把这个破字改成笔字。我把它引印出来，你看，哎，他把那个破字的十字旁啊，把石头搬走了，石头搬走了，换上两个人，就是双曲人的这个鼻子，破有法王，明明是破有法王啊，他硬是把那个破字改掉了，改做鼻有法王。这是注音的，一现代注音的，这个注音的人是谁？没有签名，不得而知。而这个版本呢，最早发现的是台中瑞城书局出版的这个版本，就是精装本，也是16开，用这个国语注音，那么就他硬是把这个破有法王的这个破字啊，把它改成笔字。我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啊，不过我最初发现不是瑞城本，而是高雄有一个寺庙印的《法华经》的这个国语注音的，送了10多本到这边来啊，他知道我这边讲《法华经》啊，送来。那么凡是有书送到这边来，我必定要翻看一看能不能送。我一看注音这个波破摩佛我不懂了，因为我只懂 I U V O 了，哈哈，这个波破摩佛我也不理他了，究竟做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我一直翻到这里啊，哎，笔友法王怎么会变成笔友啊？而且这个字体啊，很显明的把那个石头搬走，把石头搬走，添上一个这个两个人的七人啊，人字旁，这个硬是把它添上去了，很显明的，而且这个字体不一样，这个是故意把它改啊，这样子随便改经啊，这罪过无量，问题太严重了。所以现代的粗生牛犊太多了啊，这实在可怕。这个所谓末法，法要灭，不是说是怎么灭啊，这就是做灭法的因缘呐、啊，做将来把法灭掉的这个灭法因缘。这个鼻有法王，鼻是什么意思啊？鼻是谁啊？鼻是谁？鼻是对词而言的啊，鼻是谁？这个莫名其妙的随便改，实在叫人气愤了啊！如果真的佛经这样子改下去的话，那还得了啊？这个就是我跟我从前看到的啊，我10几岁的时候读梁房忏，抄诸方便使成使力，我硬是想要把它改作成使方，跟那个情况一样，完全不懂什么叫做使力，他不知道佛有使力啊，硬是要把这个例子改成方字，这个、情况是一样的。他想破油法王，油怎么破啊？为什么破油啊？啊，鼻油不就好了吗？可是鼻是谁？鼻指的是谁？这简直是莫名其妙。为了这个字啊，我花了好多功夫去查对所有的古代的著述，还有不同的译本。《法华经》有3种译本，啊，最早的是这个敦煌菩萨正这个法父啊，西晋时代的竺法父所翻译的这个《正法华经》，《正法华经》里面的药草玉瓶啊，不过它的文字不一样，开头第一句也不叫做破有法王，这个《正法华经》，它这个句诵的开头是无心于世间，人活为法王。为众生说法，随其所心要，这是《正法华经》的开头的4句，这里写的是破有法王出现世间，它的内容的意义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第一句话是无心于世间，就是说佛出现在世间，不叫做破有法王，但是这个意思它呢完全是两回事了，不一样。不能比对。那么再看后边的，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了，我们现在看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再看后边的那个隋朝达摩几多与谢罗几多两位法师翻译的，叫做天平妙法莲华经。天平法华经啊，它只是增加一点，例如这个药草玉瓶后边呢增加一个生芒玉，
身盲喻，身呢就是瞎子看不到的那个比方，只是增加那个比方而已。但是前面的经文呢跟鸠摩罗什翻译的完全一样，这个药草喻篇的句诵第一句也是一样的，破有法王，他并没有改成比有啊，那么天平法华经经过这两位法师共同翻译的法华经，他也认为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破有法王是正确的啊，因为他认为是正确的，所以照抄啊，完全保留下来，没有动他一个字。那么直胜认为，因为他是有一部分呢、没有翻译啊，好像是有缺略，把它补充，所以药草喻篇后边他加上一个身盲喻。普门品，我们大家所知道的这个普门品重诵啊，世尊藐相句的这个重诵啊，也是这个隋朝的天平法华经才有的啊。鸠摩罗什翻译的本来没有，只有长文没有重诵，这由他再加补充。那么后人认为啊，这个句诵是有必要，所以把它抄来补充在这个鸠摩罗什的译本里面。所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原来普门品没有重诵。那么我们比对这个翻译的译本呢，正法华经第一句不是破有法王，这个不能比对。天平法华经第一句一样是破有法王，可见这个破有法王啊，是经过达摩举多啊、谢罗举多这两位法师啊所认定没有错，是这样子，所以他的翻译没有改。那么再查从最早的著书，现在保留下来的，从这个光泽法源的法华经译书，一直到近代，所有的法华经的著书都翻过了，没有一本著书说这个破有法王的破是比字的，根本就没有这个比字的资料。那么既然没有根据啊，为什么可以随便改啊？凭什么改呢？所以这个问题啊实在太严重了，那么各位以后如果发现有这种比有法王的本字啊，那个比字是错的，必定要把它改成原样的破有法王。那么这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版本呢、恐怕有人不知道，而且他连注音我是不懂，那个波波摩佛了，我叫人看过，说这个注音的注音呢、也是比音，也是比那么既然是把它改成笔友啊，这是完全是错误啊。如果你发现有这种本字啊，把那个破字啊要把它补充上去，要把这个笔字去掉，就是破有法王，绝对不是笔友法王啊。这是先改定啊，说清楚现代的一些随便改经的这个一个严重问题啊。现在言归正传，我们按照文字来加以解释。既然破有法王的破字是对的，他为什么用破？破有，破什么有啊？我们根据天台智者大师的解释啊，他说有啊，就是世间一切诸法都有因有果，而众生完全不懂这个有因有果的道理啊。你跟他说有因有果，他又执着有个因有个果了，说有他就执着有啊、那么因此要破除他这个执着呀，说我把你那个执着为有的那一种观念呢把它去掉，所以叫做破。破就是破除凡夫执有的那一种的心理啊、你认为世间诸法本来是因缘所生的，缘生的没有实在的体性，缘生是性空的，当体即空，您不知道它当体即空，你执着为有，执着为有，你执着为有啊，我就要破除你的这个有见啊、那么凡夫执有要破，二圣人执空照样要破，总之内心有执着通通要破。这个有从浅的方面讲，凡夫所执着的有，慢慢往里进，二圣人执着有个法啊、我是空了，他还有执着法，这个法执，
执着有个法存在，有涅槃可证，有生死可了的这个有，也要把它破掉。现在是对治二圣人的执着，所以二圣人执着有个法的存在，有涅槃可证，这个要破，也要破除啊，所以也破忧。不但破除二圣人的有法有涅槃可证的那一种的有见要破除，就是全教菩萨执着有众生可度，有佛道可成啊，我今天度了多少众生了，我的福德修了多少了，我已经经过三大无数劫里面了，我经过几个无数劫了，嗯，那么这些啊，有众生可度，有佛道可成的那个见也要破除，这是破全教菩萨的这个法执之见，啊，全教菩萨还有执着也要破除，啊，乃至执着有个涅槃存在也要破除，所以大般若里面啊，大品般若里面说啊，设有一法过于涅槃。我亦说为如幻如化，教主释迦牟尼佛在大品般若经里面说，假定有一个法胜过涅槃，我也要说它是如幻如化。哪有一法胜过涅槃呢？没有的，没有一法胜过涅槃。涅槃就是诸法的离体，佛所听证的就是一切法的离体，这个一切法的法体越离讲就是涅槃，越智讲就是菩提，没有一法超过涅槃的，没有一法超过无上菩提的，假如有的话，我还要说它是如幻如化，那么就是要破除它这个执着有个佛国可证的这种的想法，那个执着也要把它破掉。所以他这个破有两个字啊，从凡夫的有间破，进一步破二圣人的法执的执法的有间。虽然他正偏真涅槃的空，可是他执着有个空存在的那个有间也要破之。再进一步，全教菩萨执着有众生可度，执着有涅槃可证，这个执着也要去掉，那个有也要破除，所以破除全教菩萨的这个执着之见，啊，所以《金刚经》一开头就说，啊，纵然度尽一切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佛在般若里面经常说，我不曾度众生，众生要自己度，佛只是做众生得度的正上缘。他自己如果不想度脱，佛没有办法硬是把他拖到涅槃的境界里面去。例如说，阿弥陀佛虽然是大慈大悲，要度尽一切众生，他的愿力最大，要度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可是你不去呀，阿弥陀佛没有办法说是硬是把你拉到极乐世界去。假如佛有力量能够把众生硬是拉到极乐世界的话，世间老早就没有众生了啊，因为佛他真的有这个万能啊，他能够把众生硬是拉到极乐世界去，那世间还有众生吗？我们也不必修行，等着啊，阿弥陀佛来拉好了，那我们何必那么辛辛苦苦的修行啊，等着佛来拉我们，实际上不可能。佛只是正上缘，教导我们，哎，你怎么修行，你怎么用功，怎么断烦恼，怎么了生死，我教你怎么做。如果你不做，那是你之过，不是我不教你呀，我教你你不走还有什么办法呀？所以佛有三不能，无缘不能度啊，也不能进众生界，原因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想得度的话，佛没有办法硬拉你的。所以佛在这个佛遗教经里面说啊，我如良医治病说药啊，我药方开给你啊，有药而不服啊，服医过也，不是医师之过，那你自己不吃药你不治病，那还有什么话讲啊？佛只是开方子啊，处方给我们吃药，这个医方这个药方开出来叫我们吃，我们不吃，那不吃那有什么办法？那你甘愿让他病死啊？
那就没有话讲。所以度众生只是做众生的得度的正上缘，并不是硬是把众生拖到佛国去，不是硬是把众生拖到涅槃的彼岸去。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破有两个字啊，非常有道理的。而且从凡夫破到全教菩萨，必定要你体悟到诸法实相的实教的真理啊，诸佛的一圣法，前面所说的诸法实相，你体悟到诸法实相，连诸法实相也不能执着。所以呀、啊、就是有法过于涅槃，也要如幻如化，要体悟这个道理。所以这个颇有两个字的道理呀、啊、太好了，太圆满了。那么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硬是要跟他解成比丘，那就莫名其妙了啊，没有这个事。所以必定是颇有法王就是佛，后边经文说佛为法王啊，于法自在。佛在世出世间一切法得到究竟自在，一切法得究竟自在啊，所以称为法王。王是自在意，不是统领，不是管理啊，是自由自在。那么就是把古代的这个帝王啊来做比方啊，因为古代的帝王家天下呀，他做一国之主啊，这个国家就是他的家啊，那么以国为家，国就是他的家，那么这个国里一切都要由他来管，自由自在，谁也管不了他，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因此自古王是最自在的，在人世间当中啊，王是最自在的。所以佛法里面拿这个王啊来比作自由自在，得到真正的自在。真正的自在啊才是王，世间之王啊只在世间法上的自在，他对于生死不能自在，对于烦恼不能自在啊、所以只有佛呀对于世出世间一切万法才是得到究竟自在。因此称佛为法王，在一切法的自在啊、那么这个佛称为法王啊，就是表示在佛果的境界上没有一法不自在的，那么因此称为法王。颇有法王出现世间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就是法王，他出现在世间呢、啊、破除从凡夫到二圣到全教菩萨所有的执着，整个把它破除掉了，让他通通啊体悟诸法实相，这个叫做会全归实，会三归一。法华经就是要把过去的三的全巧方便通通会归于一啊。那么过去40年来是一中解无量，现在到了法华会上是无量中解一啊，这是华严经的话，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了彼夫生期呀、啊，是名无所谓。法华经，华严经的句诵，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法华经之前，无量义之前呢、啊，都是一中解无量。法华经就是无量中解一，把三圣、五圣、九圣一切诸法，通通汇归一圣，啊、所以叫做破有法王，把过去所有的九法界众生的执着，整个把它破除啊，通通同样跟佛一样证到诸法实相，成为法王。他自己证法王，也要众生证法王，所以要破除一切的有，才能证法王。那么现在这个破有法王出现世间，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啊、那么他出现世间，破除众生所有的执着，啊、那么但是。过去41年来为什么不一下子把它破除啊，随众生欲啊种种说法，随顺众生的期望，心中的所有的期望啊、这个欲，这个欲字啊里面包含众生的根心啊、他的俗根，他的过去所下的种子啊，那么善根在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当中，他所有的这个种子啊，那么给他下种善法的种子
然后使它成熟而得到解脱。那么这个所有的众生的期望心啊，通通都包含在里面，八十田中所有的种子也包含在里面，随顺众生的根性期望了解能行的方面啊，那么因此做种种的说法。这个种种两个字啊，就是包含前面从华严到般若，从华严到般若的四个时候四十几年当中的说法呀，众生所有的期望，他一一啊都配合他的期望啊，为他一一啊来说法，使他得到体悟到佛的正法。随众生欲而种种种种说法，有的时候先于欲勾牵，后令入佛之；有的时候先用小法引诱他，后令悟大法。那么现在对二圣人讲，就是过去二十年中常令处分，啊，在前面的信解品讲的，二十年中常令处分，要他消除见思惑的烦恼，啊，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他们已经断除见思而证到阿罗汉果，所以要他回小向大，而由大法当中啊体悟到诸法实相，所以在法华会上会三归一，啊。过去的种种说法都是随众生的权巧方便，这个叫做权智说权教，以权巧的智慧啊引导众生，说权巧方便的方法来度化众生。但是你应当要知道，佛的智慧不是那么一点点而已，佛的智慧是最殊胜的，所以说如来尊重智慧深远，佛是最值得尊重的一位世出世间的大圣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智慧深远。什么智慧深远呢？他体悟诸法实相，这是指的实智，方便品开头的全十二智不可思议，种种说法能随众生欲而种种说法，那是全智全巧方便的智慧。现在这个智慧深远呢，那是实智深，究竟彻底，彻法圆敌，一切法源的究竟处，它彻底清真，才叫做深，这个深是没有底的，没有底线的深，就是对一切法彻底明白，才叫做深。圆，也不是有限度的圆，无法不晓的圆，那么，但是在世间法上，我们中文的文字啊，没有其他的文字可以来表达，用深远呐、来说明佛的实质。佛的实质数穷横遍，深数穷三际，远横遍十方。佛的实质根本质清正的实质，这个诸法实相的智体呀、它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所以叫做智慧深远。那么既然智慧深远呢，当然他所亲证的是希望众生都能够得到，他为什么不说呀？九梦思要啊，不悟诉说啊，梦存在心里，有这么一回事，我打算要这样做，老是心里记挂住有这么一回事，要这样做，可是还不能做，时候没到，不能做啊。这是随顺我们凡夫的心理而说的，在佛里是佛的心里是没有这一套，但是不用这种方法没有办法表达的佛的大慈悲心，本来佛成佛之后啊，他就可以把他亲证的境界完全活盘托出，华严经整个说出来了，可是声闻人不能解啊。华严会上，在这个七处九会当中啊，前八会都没有声闻了。只是对这个法身大事说法，那么对于声闻呢、还不能说啊，记在心中啊，不能表达出来。九末，这个九四十几年了，直月当生讲，从成佛到现在法华会上四十几年了，四十几年为九，
四十几年都不能对二圣人说你们能成佛，还不能说这个话，默默在心中，这个是最重要的，非说不可。思要思就辞，这个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这个话要众生啊、要二圣人体证诸法实相，这是最重要的。佛出现世间就是为了这个大事，所以方便平一开头就说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这个大事因缘必定要说的，不说不行啊，不说他时间到了入涅槃没有说，他的义务没做满啊，他来了世间呢目的没有达到啊、这是就不能敞佛的本怀，因此这么重要的必定要说啊、不务诉说不赶快说，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个智慧能够接受。不务诉说，悟就是事物，什么事物？使声闻人体悟诸法实相而成佛的这个事物，本来应当要早说，可是不能说，时候没到，根性没成熟，速说就快说，不能赶快说啊、这就是实质由生呐啊、显示佛的究竟实质啊、那么如果他能够体悟了，就可以为他说，这有智若闻，这能信解，无智疑回，这位勇士。为什么不速说呀？快说不就行了吗？说了他们如果能领悟不就行了吗？可是不能这样做，有智慧的人，这个智指大智，大圣智慧啊，能体悟诸法实相的不共般若的智慧，这个不共般若的大圣智慧啊，如果他没有这个智慧，听了就没有办法领解。有这个智慧，若闻听到了啊，假定他听到了，正能理解，正能信解，能相信而体解到诸法实相之理，这个可以跟他讲，啊，像华严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可以跟他讲。无智疑回，这个无智啊，不是说完全没有智慧了，没有大圣根性的智慧，或者是大圣根性的智慧没成熟。或者是诸法实相之理他还不能够体悟的，没有这个智慧啊、没有这个体悟诸法实相的智慧，他没有这个智慧，你跟他说了会怎么样啊？他怀疑啊，怀疑，怀疑，有这回事吗？是这样吗？干不起安呢？哦，他会怀疑，怀疑还不要紧啊，他会后悔，哎，糟了，我学了这个东西对不对呀？所以前面舍利弗说是不是魔王在说法呀？啊，怀疑佛的说这个诸法实相之理，他怀疑是不是魔在说法呀？这是疑。如果因此而诽谤的话，他后悔的啊，我不该听这个东西呀、啊，听了会中毒啊，后悔，那就是会毁谤，毁谤了就堕落地狱，那问题就严重了。这位勇士永久失掉成佛的机会，永久失掉体悟诸法实相的机会，所以他还没有这个智慧呀、啊，不能跟他讲。四十一年来不说的原因在这里，因为他还不能体悟啊，不能跟他讲，所以无智的他会听了会怀疑后悔。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永久失去体悟诸法实相之理的这个机会，简单说就失掉成佛的机会了，到保所的智慧了。那么因此之故啊，四十一年来虽然想说而不敢说，久莫思要，原因在这儿。是故迦摄随力未说，与种种言令得正见，这是赞叹摩诃迦摄在前面信解品所说的他体悟的经过呀，是有道理的啊、赞叹他的长文里面再赞善哉，哎，你说的很好，大家是你说的很好，没有错，你体悟的体悟到的佛四十一年说法的经过情况是如此，但是这只是站在你二圣人的立场讲，以一切众生来讲啊，那当然你体悟的就还不够圆满，站在你的立场来说，你说的很对，就是这样。因此之故啊，摩诃迦摄，你随你的力量说出来你的信解，随力为说啊、这个随力为说有两种意思，第一指摩诃迦摄前面信解品的说法，
他说先处分20年提振见思，然后断掉见思提振涅槃，然后才听到这个方等般若。这个次序一直到法凡，这个法凡会上的情况，随你的力量所体悟的经过的历程呢，这个过程一一在信解品里面说出来，这是对的，没有错啊，这是第一。第二，随力未说呀，也不妨指的是佛，佛随众生能体悟的力量而说。41年来佛说法，不过这个力是指众生，不是指佛，佛力整个搬出来的话众生不能接受，所以这个随众生的能够体悟的力量，应机说法，随众生能够体悟的力量的应机说法呀。所以41年来有很多随他意移，随自他意移，这些都是应机的说法，就是前面的种种说法。这个随众生欲的种种说法呀，就是随众生的能力而说的。你是个小学的能力，那替他说小学。你是中学的能力，替你说中学的学问。您是大学的能力，替你说大学的学问。所以随众生力而为说法，这是指佛啊，但是力是还是指众生，所以种种因缘呢为众生说法啊。说法的用意在哪里呀？令得正见。什么叫做正见？现在这里指的是能体悟诸法实相之理的那个正确的知见，究竟成佛，亲证诸法实相之理啊，能够体悟如是相性体力作实法界实如是的诸法的离体啊，能够知道是法处法为世间相常住啊，那么能够体悟这些道理的才算是真正的究竟成佛的正知正见。所以要使令众生都能将来成佛啊，令得正见。那么上面就是法说送法说啊，那么前面长文里面的法说跟这个重诵的文字有多少不一样啊？前文说的比较详细比较多一点，现在这里比较简略，只是提示一个大概啊。下文呢送利比啊，重诵前面所建立的药草的比方。送利比的比喻里面呢有两端，第一送无差而差，第二送差而无差。众生根性千差万别是差别但是在佛的一位之法那是没有差别，站在佛的立场没有差别，站在众生有差别在无差别中论差别是无差而差佛的一地为能生一语为能润，这个能润能生是无差那么所生的万法三朝二目有差，滋润的情况大小不一有差，所以叫做无差而差那么这个道理前面长文都说过了，现在不必再说那么现在就按照重诵的文字做简单的消文。诵无差而差有两段，第一抄诵能润无差，抄诵就是前面长文在后边，现在重诵在前面，所以超前而诵，所以叫做抄诵。抄诵能滋润的雨水是没有差别的，就是佛说法没有差别佛的一味之法没有差别先重诵这个道理，叫做抄诵能润无差。经文说迦摄当知，比如大云，其余世间遍覆一切，慧云含润，电光晃耀，雷声圆真，令众曰喻，日光掩蔽，地上清凉，爱戴水布，如可承揽，
其余普等四方俱相，留住无量，率土充甲。这段文呢，是抄诵南润无差。天上下的雨，下的雨呀、是平等一味的，能滋润，平等一味滋润一切所有在大地上生长的三草二木是没有差别的，这南润是无差。这个道理在前面长文说过，现在顺着这个文字做消文。佛对迦叶说：“哎，迦叶尊者，你应当要知道，比如空中要下雨的时候，先来一个大云，大云呐、很普遍在空中的乌云呐，天乌乌未落雨了哦，这个天上的乌云密布，布在这个天空上很多很多的乌云。”这比方佛的应身出现时间啊，大云出现了、比佛的应身出现时间，释迦牟尼佛降生在迦毗罗国净化王宫啊，那么然后出家修行成佛，应身出现时间，奇异世界的出现时间啊，大云出现在天空之中，好像佛的应身出现时间，大云遍覆一切，整个世间都把它盖覆住了，那么佛出现世间使一切众生都得到利益啊，所以好像云的变佛情况一样，慧云含晕这个慧云呢带着法意说，就是应身的智慧啊，应身随智慧而行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所以这个云里面含有雨水呀、云里面含有雨水能够滋润众生，所以叫做慧云含润啊，就应身的智慧以这个智慧来说法滋润众生啊，所以应身说十二部经啊，三藏十二部一切教典这么四十几年的说法，那么这都是佛的智慧从应身中表露出来，好像云里面含有滋润的这个雨水一样。要下雨之前呢，先打雷，要打雷之前呢，先闪电哦，细呢闪电啊，电光晃耀就是闪电了。空中要打雷的时候先闪电哦。电光是指那个闪电，从前还没有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呢，只有这个闪电，要打雷之前的闪电，晃耀啊，就是电光很亮啊，闪一下就过去了，晃，啊、这是比方佛要说法的时候先放光，佛要说法先放光，前面佛说法华经还不是先放光吗？入无量艺术三昧啊，放光啊，东照万八千图。这就好像电光晃耀，那么四十几年说法时时都在放光，雷声圆震雷打雷了，打雷就有声音了，这比方佛说法，佛以事无碍变才说法法无碍变，意无碍变，词无碍变，要说无碍变，以事无碍变才为众生说法，好像打雷，雷声一响这个万物都惊醒了，众生的迷梦啊整个都觉醒过来了，众生在迷呀、好像睡着了，现在这个一打雷呀、都把它惊醒了佛一说法呀，使众生都能够觉悟啊，断烦恼了生死了所以呀、好像打雷这个雷声一响了，要下雨了，如果很久没有下雨呀、若大旱则望远你好像农夫很久没下雨了，他希望能够下雨，看到天黑黑要下雨了，而且打雷了闪电了那么他当然是很高兴啦，众生善根成熟该闻法了，佛就说法令众悦欲悦欢喜欲爽快，很欢喜很快乐的情况，佛一说法众生闻法呀都很欢喜很快乐，个个都欢喜快乐，佛一说法
世间的所有邪魔外道整个都降服了，所以日光掩蔽，地上清凉。日光掩蔽啊，比方就是日那么光亮也要掩蔽起来，比方世间的九十五种的外道，所有的外道邪光啊整个不现了，佛出现世间外道都降服了。地上清凉，比众生所有的烦恼啊化热闹而做清凉，众生得到法语的滋润呢、所有烦恼都消除了，得到就近清凉啊，就是断烦恼。爱戴垂布，爱戴啊是一种圆泥，圆呢 从地上升起来的雾气跟圆合在一起啊，看起来啊好像圆从地上升起来的那个样子，显示无心。那么佛说法它并不是有周易，自然而然应机而说啊。还有一种显示不明啊，这个雾气很大呀，看起来不清楚。这个不清楚就是因为众生不了解佛说法的用意啊，他只得到清凉啊，他为什么清凉原因在哪里他都不能知道，前面都说过了，三朝二目得到滋润呢、他自己不知道，所以爱戴垂布，遍布于大地，大家得到清凉的滋润呢、他为什么得到清凉他自己不知道，好像爱戴蒙在世间呢、好像这个雾很大看不清楚的情况。那么这个爱戴垂布很普遍呢、好像手可以拿得到啊，比如说你住在山上，这个雾很大的时候手可以拉，好像拿得到。对，如果成烂，烂就是把它拿来，实际上是没有东西，可是好像拿得到。这是比方应身说法呀，它的威仪相貌庄严看起来呀，个个生欢喜心那么由此得到很殊胜的法的利益，佛法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呀，深浅大小他自己不知道，好像爱戴水布那么这个余下的时候是平等普遍的因为这个时间已经到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课。